不是只有一个理解而已，也还有咧，啊，因遐拢袂过来啊，因的交流啊，不是一个尔，拄啊俊杰也讲的对，这是政治处理，借你的人头来用啦。拄啊，这个时阵吼、哦，我就是咧顾主管，任何一个来到中华民国主张武装统一的就对啦，赶出去，这咱来甲学了。哦，这款的主张无永远存在伫咱中华民国。但是恁是为着政治利益，恁看人偷来暗去，看人疏通两三年，啊，即马看安尼民调低啊，啊，拄啊借伊个人头甲赶起来用一下，安尼是安那？蔡主席即马都毋是兼主席啊，若无好加载，无即叫做诚信啊，台客之道卡是安尼。2017年，恁会当跟我安尼做伙来讲啊？本来一贯伊的文章，你就是一贯伊就是主张一国两制这款的做法，恁拢足清楚啊！啊，所以你搁较饲咧嘛，饲到即马要用多提出来用嘛，这就是民进党一贯的手法而已啊！搁讲较好啊，饲起来，你看嘛样，我足勇敢的，因为你主张武统，独出门外，讲到袂输个足强安尼，恁看人。偷来暗去两当官呢，啊！你即马甲摕人个人头出来，即是讲，即是足无江湖道义的，即拄含赖清德个做法一模一样，恁看恁规栋拢安尼啦。又是在清德。真正啊，恁规栋拢安尼啊。哦，啊！恁对付我的，哪来啊？你当即马又过几个赖清德？你唔着摕去中央党部甲打咧，恁只以后无皮的台干，训练的土豆，即马改做桂林的土豆，甲准备好好势。唔免就来这套啦，对不对？台湾，咱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，咱拢真清楚。啊，咱嘛知影讲，咱外交处境真困难。啊，那啥物人要借用破坏两岸的和平交流，制造假冲突，然后提高你的民意，人民哦，民智已经开啊，大家目睭金金，拢真清楚。